这青铜，哦，啊，哇，哇，哇！哟，我看到左边那个东西了，你看到吗？嘿嘿嘿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另外一个，把它煮掉吧。这拿来干嘛耶？有个钉，他的那个钉的盒子很像那个恶灵古堡的子弹盒。哎呦，他可以有一点创意，不要一直超人呐、啊。哟，有个人躺在这里。这什么？这水关起来了，水关起来了。咦，他真的是拿着一个铁的东西耶。诶，那什么，我放一个塑胶的心脏在他的身上吗？没有用啊，这个是塑胶，没办法 啊塞不下去，他说那怎么办？哦，哇哦，这给我找到。你看那个照片，那个两个如此的诡异，哪里开的啊？哦，这里啊，啊，小房间，这不能捡，哎，保存呢？我要绕回去之前那边才可以保存的，这什么来的？镜子，这很奇怪，这些不会动的吧？很恐怖啊！这音效很可以哦，这音效，这干嘛呢？这镜子，不知道，这音效让我很不自在。那打爆这镜子吗？有没有对你打爆？哎，用这个不行。哦，打火机，点它。哦，这里再点。唱什么？我的镜子好像水这样子，被吸进去了吗？来变啊，大哥！呜，哇哦，我不同的世界啊！吼！这怎么办？这里又要点，哇哇，格局换完了，又来了生产房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声？这什么声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这镜头，哦，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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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，喂喂喂，你潜水，你进潜水啊，你跑来这做嘛？死了吗？我不知道我卡在这里了。What's this? What I want to do? I don't know.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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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他好像活了过来。哦，我不能点他了，这我要死啊！我要打血。可以不可以？我救活了这个宝宝干嘛用呢？问题是，我又要拿手电，拿那个打火机才可以出去了。这两个人眼睛不见了。我不能打开，他说。哦，我现在要回去。哦，我懂了，我现在把这宝宝救了，我回去那个世界。后面有什么吗？啊，会回来。那个人活了吗？
Hello? Hello? Are you okay? Are you okay? 他的被缝起来了，他的可以拿了吗？可以。然后我点这个感觉。嗯？没有事情发生，他说。我要先打开电。拿去，赶紧拿去。少了一个东西，他说。这个东西少了一个铁啊，他说。那个头啊。烧了一个龟头，因为那个龟头我也是不能做什么事啊。我先让我去保存先吧，感觉，要不然都没保存到。Oh my god! Are you kidding me? What sound is that? What sound is that? 谁在喊？完蛋了，我不知道，这个角度让我呕血哦。这个角度让我呕血哦。我两只啊！哇，四枪！哇哦！哇哦！哇，他会喷动口水啊！他还喷口水 ！Die! Can you freaking die? 走！好像还没死。哇哦！哎，这宝宝。救我啊，宝宝！来吧，把他搞掉先。Kiss my blood, kiss my blood。踩在了菊花身上，让我有一个莫名的安全感。I'm back, don't worry。我又怀孕了，如此熟悉的动作。然后呢，他每一次保存都会讲话的吗？不会吧？第二个保存吧。嗯。没有，没有讲话，这是他不会无限刷新的吧？这怪不会啦，那我就不怕了。这东西可以搞一下吗？不是，我少了一个那个铁，要不然可以转这个东西。少了一个龟头，哪里找龟头？哦，这个门开，这个门，牙科房。Oh my god， 我又听到了，一些手术的东西。咦，地上是什么？Yuck！ 这是什么？一些 X-ray 的照片，你个 help 不？哦，这镜头，这镜头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找到了一个，哦，这是那把钥匙的吧？把它合起来先。嗯，OK。要回去之前那道门呢？有一个又是 William 的日记，在那个时钟卡在一点半的时候呢，我偷偷的跟着我的爸爸，我看着他进去了某一个什么充满了三个元素的房间，是那把钥匙的吧？他偷偷的进去了里面，我在后面偷偷的跟着他，我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，因为我怕被他给抓了。在妈妈的坟墓上面呢，爸爸呢跪了下来，然后就开始了拜祭。当我正想要离开的时候呢，爸爸站了起来，然后呢走向了这个天使的雕像。妈妈的这个什么坟墓呢，慢慢的移去了旁边，然后呢就卡开了一个楼梯，通往了一个黑暗的，就是有一个秘密的隧道这样子啊。爸爸呢走下了那个楼梯，我呢就跟着他进到里面之后呢，我就听到了很多的金属的声音，还有一些水滴声。不久之后呢，我就看到了一个楼梯，我往下爬的时候呢，看到了一个隧道吧，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些水管在一起。看爸爸呢走到里面，然后我就赶紧的跟着他。当我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铁门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了一群的人，他们全部呢都戴上了这个好像防那种什么辐射的一些衣服，他们每个人呢都拿着了一个巨大的锤子。我的爸爸呢就加入了他们，然后拿着锤子呢一直在敲。我的爸爸呢就穿上了那个非常让人讨厌的衣服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突然间呢撞倒了一个墙壁上的砖块吧，就发出了一些声音啊。他们呢全部呢都看着我，然后往我的方向跑过来，而且手里面呢还拿着那些锤子。完蛋了，这个小孩一定完蛋了。听到声呢，干嘛？在另外一边呢？
又是一个打雪。哪里有声？为什么我一直听到声呢？没有路了。啊？这房间没有路西啦？一直是恐怖的声音哦。我要出去才来出来吗？这我不是没有路了吗？哦，我找到那把钥匙，我回去开吧。不然没有东西做，完蛋了，我出去。Goodbye. I'm so dead. We need help. 我走了。来啊，这道门我要先打开。一个五个角，一个敬礼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敬礼？哎，这个要怎么调呢？五个角，敬礼跟这个 alien， 这个跟这个蜜蜂，有这些图案吗？之前没有印象哎。哇，好难啊！而且它两张哎，还有下面呢，这纸好像一半呢。哎，不见去哦，它不见了。哟，飞去哪了呀？怎么办呢？它不见了。感觉我现在没有路，我要去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房那边呢？这个有图案吗？这有图案吗？没有哎，我想说这里有图案，这里一直是奇怪的声音，是干嘛呢？有理由这间什么都没有的吗？这里一直有声的哦，怎么一回事呀？来打爆了吗？被对打爆卡关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为什么难玩啊？你挑战性哦，这款。为什么在这房间里面有听到声的呢？而且明明这个房间有一个门是通的吗？它的身，那就代表它的门后面呢、啊。最前面那边是不是真的是哦，那个门外面。走啦，老吴，你不用怕啦。哎，他在那边吗？哎，一直追着我。别啦，看回去这个啊，他说我悄悄地跟着我的爸爸，时间停在了一点半。我看他进去了一个什么地道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三个元素的东西呢放在这个板上面，所以我要找一个地方有一个一点半的是吗？真的跟住我啊！六发还不死哦！你看，七八发哦！所以把他杀了之后，这里就可以去后面了。Alien 是 A E B 啊 ，A E B 怎么解呢 ？B 是三个字，这最下面是三角形吗 ？Alien 是几个字？一二三四五个字，553啊？不会吧，553。它的字幕有几个就代表几个字，这么简单吗？我想了半死，不可能吧？不是，就是代表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五角形。为什么这个人代表五角形呢？那 alien 又代表什么形呢？这个警官跟这个
这个是王家的行人是吗？还是这个？哎，这跟我们的这个活人的文化是没什么联系的。黑链又是什么型啊？黑链是 UFO 的型是吗？然后呢，这个埃及呢，三角形啊，金字塔、啊、是吗？然后蜜蜂啊，蜜蜂三角形啊，蜜蜂。蜜蜂的尾巴尖尖的，三角形。压死了 ！Three days later， 蜜蜂啊，它那个蜂窝的形状啊，是吗？不对，没有理由的吗 ？One eternity later， 更加不可能。哎，转到我。外星人是星星的图案啊！完蛋了，这里面，喂，打个蛋先，哎，满了，这是什么？很暗啊！夜色龙啊，夜色龙，完蛋了，我要换手电筒了，很暗啊！什么鬼音效来了？没有声应该安全吧？这是什么的？这是肺炎了吧？肺呢摆在这个量体重量的这个机器上面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这感觉就是要躲怪的一个格局啊！找到了，可以，根本就是要躲怪这里。你看他们哈这样子设计，我完蛋了，而且我要绕过来啊。我拉过去后面了，没有的，没有就赶快把这个合掉先。可以开那个门了 ，Let's go。没有东西吧？可以，这里可以通去图书馆了 ，Let's go。有了龟头，万事俱备，还有一道门的感觉。哦，没有，吓死人咩？来到大厅啊！跟恶灵古堡灵带我的大厅一样吗？来个保存的位。哇哦！摸着他的鸟，这是男还是女的？男的呗。哇哦！虐待机，我看到那个钉啊。哇，这个大厅跟恶灵古啊没有了吗？那些东西藏在地底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体验版，不要忘记。哎呀，还记得完整版？完整版几时啊？蛮不错的嘛，很重的解谜元素哦，超难解的。哎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了。你们又觉得这款游戏如何呢？它真的很重的恶灵古堡的味道，尤其是那个保存的地方的音乐啊，还是那解东西的音特效啊。但至少还好啦，它自动瞄了，它有怪的时候，它自动瞄去怪那边，你只要负责射就好了。蛮不错，但如果是没有武器，我感觉蛮好一点的。但没有武器应该不能躲，它的封面就是拿着钉枪的，哈笑。不得不说，它音乐真的很强哎，它蛮有那个恐怖的气氛的音乐。好了。期待完整版的出现，完整版，哎，希望它有华语了，要不然翻译死我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们点赞了，拜拜。你可以不要每天上拳嘛，睡觉，睡个觉先。打花了，我们是坦克要在前排的吗？